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张瑞美。今年几岁啊？16岁。来自哪里呢？雅信。雅信。雅信啊。请问你一直以来面对什么健康问题？就是来一次来的很多嘛，就是卵巢癌的。卵巢癌啊？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觉得自己身体出了问题？就是人就很累，觉得很没有精神，然后就去验血，朋友就建议我去验血。验血报告出来是卵巢癌。卵巢癌啊。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他那个医生就叫我去妇产科咯，像妇产科讲，哇，就是我们也是卵巢癌的，叫我鉴定，再去验多一次血。后来我就吃，我朋友介绍我吃进来的银枣，吃了银枣之后，一个星期我去验血，妇产科医生说，哎，很好啊，没有了。这样，你是怎样服用银枣？一次是八粒哦。每次每天吃多少？16粒。就是两次啊，这样就吃了大概一个礼拜，你就发现那个癌抗原的数值掉了啦。这样除此以外，你还感觉到身体有什么改善吗？人很精神，很健康。人很精神，很健康啦。这样，有什么事要跟大家分享？希望这有病的人是可以吃这个银枣。不要等到有病的时候才吃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